大家好，灵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学。大家好，我是觉醒研究所的谢彦谷老师。那欢迎大家来到阿卦人脉预言占卜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订阅以及按赞哦。阿卦这边要给观众朋友啾咪。好，那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哦，就是其实还蛮多人会来问说，主要是问工作啊、情感状态啊，或者是像最近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可能会调整很多的生活节奏啊，或是执行事情的方向这样子。那其实另外一部分哦，就是追求，我们在追求或是在生活的时候比较多是这种疑难杂症，比较偏生活状态疑难杂症哦。那对于内在在追求另外一份物质跟精神的朋友们，也会一直来开始询问，就是说，我最近可能在地球能量的转换过程中哦，会感受到一些不同的感觉，可能有一些讯息，有一些直觉，有些人可能藉由冥想啊，或者是说在藉由打坐念经的过程啊，可能无意之间连接到了指导灵，或听到了灵魂的声音，或者更多的可能觉得最近直觉非常的准，或者是说想到一些画面和感受到能量的时候非常的敏锐或敏感。那当然以前老师做过，就你有通灵体质吗？那你是不是觉醒的觉醒状态如何的一支影片哦。那这次就回归我们的灵性主题，我会来问一下你该不该去连接指导灵，那指导灵在此刻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以及你灵魂有没有你想要执行的一个天命。有时候天命哦，它不是说一定要从事灵性产业啊，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出家，或是一定要走上像，如果是我们台湾的话，就比较像有些人会认为去办事啊，当乩童啊，或者是说去帮神明的代言人。其实
老师，我认为这不是一定的哦。有时候天命或者是使命，它就像是你要成就人生的某一个状态，或者成就你今生啊，在学习这个技能，或者是你在经由这个家庭、这个工作环境、这个身边的人，他让你学会了什么？这个学会了的事情，是不是要让你去做某一种，例如可能是工作，或者是某一个执行事情的方向？那你会不会比如说有些人就可能他原本是做那个服务业的，那他可能每一个来店里面的人，他都有机会跟他分享到自己的心得，那他就持续做服务业，然后持续分享他在自己人生中的领悟，会不会也是属于他的天命之一呢？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就第二个就会来到，我有没有灵魂想要执行的天命，或者是说他有一个使命感的东西要你去执行，那你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面哦？所以今天的主题会是这个，那也可以就是来了解一下，就是说那指导灵最近想给你的讯息啊，有没有提点啊、事情啊，或者是方向要给你这样子。好，那今天的选物哦，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基本上大家有没有听过文房四宝？文房四宝就会有那个笔、墨、砚，然后跟那个正嘛。那但是我这边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写书文啊，或者是在写一些毛笔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第一个选择地主牌的朋友啊，你们选的是这一个，这是一个上面雕有四方神兽青龙白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一个砚台。是神兽的砚台。第二个是我蛮常把它当指证的一个，这个叫倒流香的莲花。选的第二组牌是指证的倒流香的指证莲花。第三组牌是笔架，一个貔貅造型的笔架。好，你们可以待会哦，如果说你想要静下来，然后慢慢的选，或者是选那个有些人喜欢闭着眼睛哦，稍微直觉感受一下选牌，或者是说在选物跟选组上面，你想要更清楚的画面的，我有在时间轴上面做一个选物组，你可以进选物组之后按一下暂停。那我在那一组里面就不会讲话，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稍微的静下心来，选择你最想选择的那一组，来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天命跟使命，以及知道你想跟你说点什么，是不是是时候该倾听他的一些话语了，好吗？那如果喜欢我们觉醒入手的影片的话，就是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也会陆续推出新的一个讲座，这边老师顺便推广一下，在觉醒研究所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计划，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更贴近，让灵性完整你们的生活品质，或是理解到很多一些可能跟坊间的不同的一些想法或是整理，我们觉醒研究所将在接下来的6月7月份都开始推广我们的免费讲座。那为了因应疫情呢，跟大家的出门的一个状态上，我们讲座都是以线上讲座为主，所以从6月开始我们就会提供线上的免费讲座。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说对于就是了解一些灵性议题讨论的一些朋友哦，然后或者是说你总是看着影片然后查很多资料，可能就不得其门而入，很想听听有没有正在学习中的人怎么去分享这样的想法，是欢迎来参加我们觉醒入手的免费讲座，好吗？好，那选好了朋友待会选择123，我们待会选组里面见了哦。那这一次的抽牌会比较特别一点，待会你们选牌就知道我要怎么让雷诺曼突破雷诺曼哦。等下我会用比较特别的方式让你们看到这个新的方法。好，那选好了之后我们待会见咯。你好，那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四神兽的砚台，四个神兽砚台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指导灵有什么话要跟你说，是不是该连接他，跟他好好的谈一下了。那再来是你的灵魂深处有没有天命或是使命的方向，或者是说有这个记忆需要去执行的，我们待会来看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指导灵是不是你该跟他连接，那有什么样的话想跟他说？哎，不对，应该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哦，兵友，第一组牌的朋友，
知道你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天哪，这个比较特别的哦，我觉得可以跟一号组牌的朋友稍微的讲一下的事情是，他觉得他，你知道你现在我跟你转达的讯息哦，第一个讯息是说，你其实最近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尤其是跟工作关系上面有关的，比如说一些工作啊，或者是说你一些前行的方向哦，例如你可能有一些目标啊，然后有一些状态跟阶段啊，最近他是跟我讲说啦，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这样，可是他就说你算是有一个计划在停摆了，或者是说有一个计划目前就是他好像是被打断了，或者是说被终止合约，如果终止合约、终止合作，或是终止一个原本规划好的计划。而且他说啊，你最近这个规划好的计划是一个，一个就是蛮长远的。原本你就觉得说，好像我才长远执行下去，我可以持续去做，或者是说我可以长期配合的一个目标，有可能是可能长期的投资啊，或者是说可能是你预计可以做到退休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原本有计划接下来的生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排下去。但是很明显的，赵颖要我跟你说，就是你现在是不是面临的一个计划需要中断、计划需要终止的阶段。而且这边也很明白的跟我说，就是你这个计划是有一种被迫终止的感觉哦。但是他就说其实你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就蛮看缘分的。还要我跟你讲说，其实是你自己知道说蛮看缘分的，这可以制作时我可能就会持续制作下去，而不能执行时我也知道我执行的方法有哪一些。所以哦，他要我跟你讲的第一件事情，他说你可以倾听你内心的直觉，就是他要我跟你说，你觉得你可能觉得他的宗旨就是现在还不能做，那就是可能现在不适合。而且这一个男人牌也要我跟你说，你一直都知道说他可以撑多久，他可以怎么撑下去，或者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撑。虽然此时此刻的你哦被强迫停止或强迫打断了哦，但这个件事情，他说你已经储备非常的久了，你不用去想说我是不是要整个洗掉重来或放弃，没有，他只能说暂时被迫暂停。而且他也要跟你讲哦，你内心对于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或者说这个投资值不值得，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知道，你要我跟你说一定值得。他说你明明直觉就很强，就知道说这事情一定会赚。你可能会有很多怀疑，就是说因为我在，因为毕竟嘛，我们可能物理状态上面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安排了这么多结果，那我们可能跟着我们直觉走，或者跟着我们原本会去安排的一个习惯走，那怎么会走到这边之后突然走不下去了呢？或者是怎么会就是突然遇到这么多障碍，那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呢？这人要我第一件事跟你讲说，他们说他会在陪着你，你很多直觉啊还有感觉啊，或者是说就觉得好像就是不会亏，就是我只要撑下去就好了，即便是借钱啊，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找人投资，或者说再重新融资，要不要做下去哦？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他在说你原本哦有一个长远计划的安排的这个执行，务必要做下去。他说目前的中断只是你需要暂停一下，你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是说你可能只是一时没办法克服自己面对持续努力的想法而已。但是他说你继续做下去，你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完善起来，或者说你可以继续撑下去。但是呢，知道你这边有第二个讯息是，那如果你在上一个阶段的事情有放弃过才换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知道你的第一个讯息就会变成说，好，他说叫你要回归上一个计划，就是你上一次的投资是不是没有做完就马上又逃走了，那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投资到一半之后又决定回到原路再去做了。如果选一号组牌的朋友，你有曾经从原本的道路然后换职过之后觉得好像撑不下去了再回头的话，知道您是说你懂吗，就是这个回你一回头，例如我现在在做灵性工作，
那我可能曾经做餐饮业，那我觉得年轻工作我再撑不下去了，我又回餐饮业的时候，我是不是在餐饮业就现在的状态就经历了一些新的波折、新的阻碍，或是新的一个没办法前行的状态？那这也代表哦，你上一个，就像我可能上一个灵性工作的努力，其实它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如果说你有曾经放弃，你的心转变回到旧有道路，它知道灵要你现在该是时候收手了哦。那个时候你会去思考哦，你上一次回头之前的那个选择，是不是你最有感觉，也最觉得我自己可以去完成这个感受，或者是完成这一个像使命一般的任务哦。如果选一号组牌的朋友，第一个讯息，他说：如果你现在走的是回头路，或者是你现在回头做你以前就会的工作之事，那你是时候把上一次的挑战拿出来了，也是时候踏上新的挑战了。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直觉跟灵魂道路上面正在做你觉得最有热情、最愿意努力下去的工作，要你不要放弃，就是继续执行吧。他说我们会陪着你度过，你不用相信你需要放弃，你只需要知道说我现在遇到阻碍，那我怎么去克服就可以了。那第二个讯息哦，第二个讯息其实进来之后，他说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哦，对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这边是讲说有一个女性哦，你生命之中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你一直认为哦需要去抓取她，就是这边在讲的是说你一直有一种勒索的感觉，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成熟，没办法面对这个新的世界的感觉，然后你其实是蛮缺乏生命中重要的那个女性的一个支持的。然后这个状态也讲的是说啊，无论如何，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不要觉得就是生命中的女性可能没办法给我多少指引啊，或者曾经他们给过我伤害，给过我挫折，然后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没有我想的这么有能力，我没有我想的这么有实力。其实哦，无论如何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哦，你真的很需要被鼓励，你也很需要一个人哦，可以像母亲一样爱你。这个母亲的爱，它不是说像母亲的象征，它可能是说，例如你可能有另一半啊，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个学姐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个蛮喜欢的一个女性友人啊。无论如何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内心里面真的是需要一位像有女生这样子的一个爱来支持你的哦。这种女生的爱就会说，我为什么说像妈妈？有时候妈妈的爱是不是一种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原谅你？我们讲的塔罗就像皇后牌，它是一种无私的爱、无私的奉献，不计较后果，也只愿意支持你的一个感觉。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你其实很缺乏这一份支持，而且拥有这一份支持，才能让你去跨越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啊，就一号组牌朋友，有些人可能会需要就成家的能量，你需要去真的为你这个喜欢的女生付出一个承诺，或者是找到她的支持。那有一种就是说，你可能心中对于被支持的这份爱相当的匮乏，你需要去好好的了解或理解这一份爱。就如果说你身上家人还在的话，还可以支持你的话，你是不是需要去跟家人和解呢？你要不要去跟家中的女性长辈，可以给你支持的这位女性长辈做更多的和解了解，就是说其实我有很多话没有跟你说，其实我有很多秘密没有跟你分享，我很想要得到你们的支持，可是我迟迟得不到。其实哦，这边在讲的是一个领地跟熊，他讲的是说无论如何，你家中这位女性或者是你喜爱的这位女性都一定可以支持你这一份爱。那知道你要我跟你说的就会是说，其实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你在你现在很多阶段的瓶颈里面，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突破你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没办法相信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那个建构自己的自信？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总是需要去证明啊，或者是说需要去那个有时候觉得一号组牌的朋友你会有一点比较心啊，可能会
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要做很多来证明我自己很好啊，我可能需要就是说一直表现，我要一直夸文啊，我要一直去建造一些假象来让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的感觉，这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不自信。觉得要主怀的朋友，这样要跟你说，好好的去了解你缺乏爱的这一个部分。无论如何，生命中哦，妈妈或者是女性带给你的爱的这个部分，你是有匮乏的。只要有这一份匮乏，你都没办法真的去成就自己的道路，成就自己的信心。所以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赵林要我去跟你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尝试去跟你家中的女性长辈和解，支持你的这个长辈和解，或是支持你的这个女性和解，去加了解，就是说无论如何你需要得到她的支持，无论如何你需要得到她的爱，或者是即便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关系了，你还是需要这一份支持。那如果你们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就也代表着是说你还没有真正的放过自己去拥有这一份爱哦。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你应该是听就是看得到啦，就是选要手牌朋友应该知道自己对于就是有没有人可以真心爱你啊，或者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能不能受到一个支持。可能从小到大你都认为我需要表现很好我才值得被爱，我需要拥有很多我才知道被爱，或者是说我需要去理解我到底在追逐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小时候只是认为我需要妈妈一个夸奖，长大我觉得我需要我身边 的人觉得我很厉害，那其实这更深的都来自于母亲的原型，母亲这个最原始的爱的原型，你有缺乏的状态，所以导致你的领地无法被再度扩展，或是无法真正让你找回自信，这个是蛮重大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修复期的话，不如好好的去跟内心这一份爱和解，去找到这个可以给你支持的女性的一份爱，可能家中的长辈女性，或者是你其实是很在意的一个女性友人，或者是你觉得在生活中这个女生的声音是不可或缺的，去寻找出来。我觉得无论如何，即便你的生活如果是女孩子的观众朋友，你可能觉得自己可以很努力啊，像男生一样奋斗闯事业啊，或是男孩子你可能觉得自己事业上面不需要女生来插手画脚啊，其实是要做牌的朋友哦，其实一个安慰一个拥抱一个支持或是鼓励的话语对你来说相当的重要，至少你希望我可以指引你去拿回这一份爱，去找回这一份爱，去接纳这一份爱。那第三个讯息哦，知道林要我跟一号主牌的朋友说，他说啊，这个领导啊，跟长期经营一个家哦，会是你最近要遇到的课题哦。什么叫遇到的课题？他说你其实是有领导的一个天赋跟一个职责在你身上，你可能要引领很多人，你要背负很多人在自己的身上。也许过往的你哦，都觉得就是说我做好我眼前的事情，我能做就做，我做不到我也没关系，或者是稍微的不负责任，只是为了自己一昧的好玩一昧的有趣去追逐了这些事情。但是哦，知道人家训练是说你是时候该站出来引领你的人生了，而且引领人生的过程是说你不能再贪玩下去了，因为接下来的牌走的是说你接下来要往的方向会是长期经营一个家的概念。什么叫长期经营一个家？例如你可能为自己的生活该负担起责任，我自己扛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你该为你们家庭扛起责任，由你接手家庭的这些压力跟生活，或者是公司的部门可能在裁员，或者是在阶段上你是时候要把它扛起来在肩膀上了。照理说啊，责任或许很沉重，或许承担自己的决定也很沉重，或者是满足自己就是在这些付出来的言论啊，或者是讲出来的话负责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很怕自己讲出来说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好，可是我很怕如果做不好怎么办。那无论如何选第一组牌的朋友，你都已经走到一个
你该背负责任的状态了，不管是你人生自己的责任，你们家的责任，工作的责任，生活的责任，它其实地上的讯息都会是说，你是时候该勇敢的经营你的家了，而且这个家是需要你长期去经营跟照顾的。如果你曾经想逃走，如果你曾经觉得这个不重要，或是觉得就是说这不是我要的一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无论如何，至少到走到这一题，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或是为你自己的曾经的选择负责任，都是你现在应该做的。而且建立一个属于你现在的家，其实一号组牌的朋友，其实这很明显的事情是，就对应到上面的爱嘛。这边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样要跟你说，你一直对于可能地球吧，当人类或者亚洲人，你一直没有归属感。可是无论如何，命运推你到此，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生存价值，不然就是早就该送你回去了啦，或者说你早就该回老家了，但是还让你留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背负在你身上，开始有些人来找你，开始很多的关系来跟你问意见了，这也代表着你的责任该开始了。那如果没有的部分，选择要主管朋友稍微的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责任给顾好，你有没有把一个叫做你的家给顾好。我的家，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的责任是哪些，是时候你该理清楚，并且将它背负起来，由你来长期经营的。好，那觉得要主牌的朋友，这是知道你要给你的讯息哦。那关于要主牌的朋友，你是不是都很常在听知道你的话？因为我看到的事情是说，我觉得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是不是会觉得人生追求的这一份感觉啊，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体验这个当然的感觉，追寻一份真爱或者追寻一份情感，好像都是你一直觉得人生必须去找到，就是你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啊，跟人之间的感情交集啊，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到自我价值，如何与他人连接。我觉得要组牌的朋友，你真的就是那种转世要来找真爱，或者是说转世要来满足，就是这今生的这个情感要去满足课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这边讲的是说，你需要哦，你想要去成家的这个部分哦，他说，如果你可以好好听取指导灵的建议，好好聆听他们为你安排的一切，其实哦，找到心爱的人并且成家是指导灵可以给你的一个方向哦。如果说选择要守牌牌，你正在迷惘，我到底人生方向是什么，我一生来追求什么，如果你可以连接到指导灵的话，指导灵希望的是让我来带你方向，找到你今生应该有的真爱。所以一号组牌的朋友，如果想连接指导灵的话，我觉得你的方向会是这个。那如果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没办法理解到你的人生是为了感情这一题，认为感情是假象，感情不重要的话，你不要来连接指导灵了，就是你也不要去试着问说我知道你是谁，因为他要跟你讲的都会是这个亲亲爱爱，或者是说方向啊。反而是选第二组牌朋友，你只要问工作、问事业、问想法什么的，他其实都会讲说你要跟人连接，你要学会爱，你要跟人沟通，你要爱自己，你要成立一个家，你可能得到的讯息都会是这些。其实哦，你灵魂在今生的道路就真的是为了来体验情感，好吗？这个是知道你要给一号组牌朋友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在第二个联络曼里面又会怎么指引你，就是天命跟使命的部分呢？一号组牌朋友有没有天命或使命啊？该怎么去做啊？或者是说该怎么去理解跟认知啊？来看一下一号组牌的朋友哦。来，这边我看一下，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这边的牌面在讲的是说，其实上面的两张牌里面都有着争执、纠结跟大海，还有天气的，还有魔法书哦。其实我觉得哦，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应该自己哦，对于这个
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于就是自己有没有灵性啊，自己有没有直觉啊，或者说自己对于这种超能力啊，是不是会感到非常的好奇，然后也会对魔法书之类有好奇的。其实哦，这边在讲的是说，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他第一则讯息就直接讲说，你有带着一些古老的记忆，从，知道讲天空吗？好，我这边就读取讯息给一号组牌的朋友，他说，在这个星球转换之际跟天空剧烈的这个裂缝中间，有一群人，他带着很远古的记忆降生到这个世界，而这个记忆里面呢，拥有非常多的古代智慧以及上一个纪元的智慧在你们的血液与基因里面呢。他说，所以啊，选择他选一号组牌朋友，他说啊，哈，你会不会对于古文明、亚特兰提斯文明，或者是说希腊文明，特别的有一些感觉哦？他是说，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们很像从时空裂缝中哦，然后有跳跃，或者是说有穿透过来，所以你会有一些跨维度的记忆跟一些技能的智慧在里面。例如啊，你可能会觉得，诶，我觉得古时候人其实很有智慧，又或者是你会觉得古文明或古科技好像比我们现在还要先进的这种感觉。那其实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他说这是隐藏在你们基因或记忆深处的一个能量哦。好，所以呢，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固执，比较老成，或者是说你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在想法上面会比较古板啊，你可能看古装的礼义廉耻啊，古代的一些人的封建思想啊，或者是比较封闭，比较有讲规矩的一些规则，或者是像有些人是不是在祭奉神明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定要依循古礼啊。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对于古典古老或者是说历史，你感到非常有兴趣，这个是你隐藏在自己的基因跟血脉里面一个老智慧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觉得总觉得，如果说有融合的话，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的基因或者是在血液上面哦，其实是有着一个穿越不同维度跟时空的混血在你的基因里。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哦，使命的话我来看一下。他说哦，原本你们的这个原本你的使命是什么？原本的使命他说，天哪哦，比较多的是说你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建起一座堡垒，然后这个堡垒就很像是，我觉得要求吧朋友，你是会对于比如说要用侵略感啊，占领感啊，或者是对于领地插标，你应该很有热情。什么叫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我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地位跟我自己的团队，我在学校我要有自己的一群同学跟喜爱我的老师，就是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你的灵魂深处很有地域性，然后要统领，要统整，要占领，或者是有着一种就是想要去插标插旗的一个感觉，对于领域性是非常的强的。那灵魂的这个使命上面呢，他说原本希望的状态会是你需要建构属于自己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会像是说例如可能开一间公司，一间工作室，或者是说你需要创建一个派系或派别的感觉。那当然是非常的沉重哦，而且啊，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他在说哦，这个使命里面哦，都是为了让你可以去掌握弱小。其实一号组牌的朋友，你想保护弱小，你很想保护那些不知道的人，你想保护那些没能力的人，你应该从头到蛮想保护别人的。或是就例如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好了，例如你看到外面的野生动物猫猫狗狗，
你是会有一种，如果我有能力，我想要圈一大块地，把所有的猫猫狗狗都养在这一块地里面，我也不要你们去收容所，我要的是你们健康长大，然后有人领养走就算缘分，没有人领养也没关系，就你想要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创建一间公司保护我所有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买一间超大的房子，把所有我喜爱的人那个住在里面，或者是说有一大块领地照顾着我认为很可怜或是稀有的动物，所以选择要做牌牌，你的使命就跟那个什么创立领土啊，设立标的啊，保护弱小的人有关。所以选择要做牌的朋友哦，其实你比较像是实业家、创建家，或者是说你也有着一个创办人、创始人，或者是说一个那个新的派系、新的公司或是新形态的营业的一个企业，因为这个比较没办法形容，它就是一个方向。选择要组牌的朋友哦，你灵魂真的要你执行的使命是这么大的，所以哦，简单来讲，这个灵魂使命都是人生成就啊，可能事业成就，或者是你也很需要功成名就，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名。然后名字下面才是其他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司是你的名字，有一块地是你的名字，有一个工作室是你的名字，你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在你灵魂中的使命跟天命都是一个创建国度与标的，而且是相当沉重的哦。就是这种插江话，就是我说了算，这块地都是我的，你们接下来就是都依照我给的法规，其实就有点乌托邦的感觉了。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你的那个灵魂上面想要给你的使命跟天命，那你目前执行的状态哦，看一下，现在哦，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在你天命的执行上面哦，执行程度有一点点的迷惘了。什么叫有一点点迷惘的哦？就是现在的一号组牌的朋友，你会觉得自己要一个不断的劳动啊。不断的去运作啊，要去我可能要学很多事情，我可能要懂很多，那我可能要去参考很多书籍，我可能要参加很多团体，或是我要上很多的课程里面来试着堆积自信。但是哦，灵魂这边天命这边，我跟你讲的都会是说，他说。你这样，你就是你现在是把自己就是当做小孩子的方式在训练自己的使命跟训练自己的天命啦、啊。其实你需要走上这条道路，你如果觉得自己还在学，还没学完，还在走，还没走完，还在做，还没做到有成绩的话，其实我觉得、哦、选择一号组牌没有这边天命跟使命的讯息就会是说，例如。你可能要把你所学去集合成册，你需要开始去开发。你如果有一间工作室或有一块领地，你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想要提供哪一些的能力？或者说你今生有哪一些经验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你是时候去整理了，因为他就讲了说，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小朋友，还没有学完。你自己还没有走向这个道路，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天命怎么走啊，什么是天命你不懂啊，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掌握它啊，所以你就觉得说自己是继续学，有学就学，没学就不学的这种感觉的话，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他说这都是你在逃避背负责任的借口啊，或者是你在逃避不想走上你天命跟使命的借口，或者是觉得就是你是对自己没自信，才会一直觉得自己需要再做更多、学更多、了解更多，或是需要就是一直把会的事情不停的做这样子。所以呢，要怎么样走上天命跟使命哦？我这边觉得选择一号组牌的朋友哦，这边看到的是会是你的生命的进程哦，它一定会用重大事件。来让你推进，就是说你不能再当小孩了。如果一号组牌的朋友，你可能原本依赖的人，他没办法给你依赖了，原本依赖的工作没办法继续依赖了，原本依赖的生活都变得不一样之时，就是你该是时候用自己的天赋跟天命去成就你一番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它可能不大，
例如你可能先从家里面自己开一个小小的粉专做起也可以。所以选择要走完朋友，你有没有带天命跟使命，就很保证是有的，而且其实灵魂想做的非常的大。但是现在做到哪边哦？现在只是做到就是比较偏盲目的学习，盲目的追求，或者是说我只是要去，我觉得我要全部都搞懂了，我才要去走到我的灵魂要我成就的这个路上啊。不论是工作啊、生活啊，或者是家庭，或者是灵性，这都我需要学完跟理解完，我才要去做。所以选要主牌的朋友哦，他说，你随时可以去做，可是呢，如果你不做也没关系，你的那个使命一定会用很强大的力量推进你，就是变成说，好像变成拿掉这些借口以后，让你不得不去做，拿掉这些你认为要的条件之后，然后你才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该做了？反正就是你的灵魂一定会推向你去走向天命跟使命的道路，所以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你有没有天命跟使命？有，而且要成就的事情很大，要保护弱者，要建构领地这些的。但是呢，你有没有都学会了？其实你学会的已经很多了，你会的很多了，你知道的很多，你能做的也很多了。重点是开始去做了，而不是继续学下去。因为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他就你比较属于这种灵魂说你的使命就是，你想到要做什么时就去学，学完之后就是你就要开始做，你不能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学完，自己没有练习，那没有练习不够，经验不够，你就要多练。然后，但是你也不能就永远知道自己在练习，你只要设一个目标，我练习多久后我要来做我的使命，我要练习多久后我来走我的天命，或者是说我执行多久之后我可以开始我的这个天命啊、哦，了解哈、哦。好，那我们最后请天使跟那个宇宙送上一张牌给一号主牌的朋友，来送上宇宙最诚挚的祝福。宇宙的这张祝福牌很特别哦，他说的是，你是一个引领前行大家的一个骑士或者是领导者哦，然后他说无论如何。你无法真正的去逃避你成为引领的一个资格跟资质，你拥有这个天赋，你是应该要去前行的。或者是宇宙要指提醒一号主牌的朋友，你拥有领导的天赋，你拥有创业的天赋，你拥有自己主导一群人以及带领团队的一个天赋。他说不要觉得自己会做不好，你可以先做，再了解怎么把它学着做好。因为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他说你就像是天上派下来的那个骑士的首领一样，也许你是现在还没有走到国王，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走到国王，但是你拥有国王的资质。首先你要先当上骑士，引领这一块领地，引领这个方向，你才有机会画一块地开始成为国王。所以当国王之前哦，你得先相信自己是一个好的骑士，可以开疆拓土的。所以宇宙的祝福就会希望一号主牌的朋友，你很有领导天赋哦，你是一个很会规划事情的人哦，你也是一个很有能力可以引领大家的人哦，不要妄自菲薄，宇宙都会祝福你，只要你愿意做愿意执行，宇宙都会给你能量跟自信的人来到你身边，支持你整个前行的道路，好吗？好，那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一号主牌的朋友，如果有呼应到你的感受跟内容，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想了解更多你的天命跟连接指导灵，或者想了解我的灵魂要如何觉醒，我应该如何从内在连接指导灵之后，真正的从当人的这个状态里面觉醒起来，我除了行为生活以外，我如何觉醒我的内在，成为一个可以跟指导灵连接走上自己天命跟天赋的人，也欢迎来跟我们做一个咨询跟咨商，好吗？那谢谢一号主牌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影片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跟按赞哦，拜拜。你好，那双脚的李周伟朋友，你们选到的是我的那个陶瓷倒流香的指针哦，莲花的倒流香指针哦，它有点黑黑的，因为我蛮常在上面做一些那个倒流熏香。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的指导灵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呢？那你是不是该连接他了呢？以及就是说你有没有天命跟使命呢？在你的灵魂的深处，我们来看一下牌面会怎么说哦。
然后第二组牌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牌面怎么说啊。联络曼的第一组牌哦，这边看到的其实是说，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知道你要给你的讯息的第一个哦，他是说你现在其实面临的很多的时候的转换跟一个状态的一个变更期耶，然后他还说啊，就是即将有一位男性哦，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指导灵啊，会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你生活中的男性哦。他说，你最近是不是在面临转换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在改变啊，在调整啊，或者是你可能最近会有很多的想要去更新，例如更新你的工作更新哦，或者是加强啊，或者是说生活环境的改变，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在生活上面多去了解，说我自己还能。在学更多什么，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这边全部都是一个在转换的过程哦。那指导灵这边的第一个讯息，就跟一号跟二号组牌的朋友们讲说啊，就是即将会有个男性，然后他会带来给你一个新的改变契机或是想法。就我这边可能问第二组牌的朋友，指导灵说啊，你改变的契机跟改变的方式以及。你一直寻找的转化或者是蜕变，其实在一位男性的手上。这位男性不知道这指的，有时候在牌面啊，那在老师的那个经验里面，有时候也会指向我。可是我不知道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可以带给你什么学习？因为这边有说，有一位你觉得你会相中一位男性，那你对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的专业，你是感到相当的敬佩，或者是说。会有臣服或是一种觉得向往感。那这个向往感哦，这个男性带给这个向往感是要让你往下一个阶段去前行用的。他会给你一种清新感、清楚感，或者是重新对于某一个追求的事情萌芽，可能是对灵性萌芽，可能是对一个新的方向萌芽。或者是说我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那你会从一位男性的友人或者是一个老师或师长的口中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哦，他说他给你带来的这个萌芽跟启发哦，是你会觉得顿时好像在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我好像突然懂了点人生的什么，我好像突然在我一直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地方，突然意识到了，好像我是需要有这个想法去理清的。所以他在讲第一个讯息是，你最近是不是也有经历一些在想办法把自己更好调整？这种更好是全面的更新哦，包括内在，包括外在，包括生活，包括工作。那这边在讲的是，有个男性即将带给你新的契机跟想法，以及会给你一个不错的念头或萌芽的启发。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这边在讲的是有一位男性会带给你这样的启发，你可以去信任，并且你会发现他讲的话，如果有让你觉得好像对于你原本一直没有去触碰的事情，或是一直觉得没有兴趣，一直不是小姐的事情的状态，如果说因为他而你觉得好像有重新拾起这个希望，或是重新想再去理解看看，想去探索看看的感觉的话，那这位男性将给你下一个人生的新的进展的一个启发，或者是说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启。而且哦，这边既然讲到这边哦，我觉得这一组牌的第一个方向也讲的是，这一位男性应该过往就出现过了，你可能有找过他了，你可能有跟他问过讯息了，或者是说你可能早就有听说这个人了，可是你迟迟没有去试着跟他互动或了解。我觉得就是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哦，这边指导员说是时候了哦，引领你的导师即将到来，也即将带你到下一个阶段的转换去了哦。那第二张牌哦，这个第二张牌的表示，他说着说，指导员的讯息要说的是，
你是一个蛮愿意忠诚守候的，守护很多事情的、哦、比如说你很想守护你的家啊，很想守护你的财啊，或者是很想守护你的那个房子啊，或者守护你搭建起来的所有的一切。他说你有很多很多时候很愿意奉献的，不知道选择二号手牌的朋友，你的玛雅图有没有白狗人的这个特质。他说我选择二号手牌的朋友，他说你是一个很愿意守候情感交流，跟很愿意守候家园，或者是很愿意守候整个结构的一个人。那这边也要我提醒你，就是说指导灵要我跟你说，他说照顾别人，或者是说与他人有一种，觉得二号主管你是不是双鱼座呢？又是白狗人哦，因为他就说你最近都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哦，跟你要守护的家在哪啊，你要守护的结构在哪，或者是说我真的，你可能最近也在厘清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么爱照顾别人，为什么每次我在照顾别人或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好像会受伤，连别人拜托我的时候我都愿意做，但是你好像其实搞不是很清楚到底是自己真心想做，还是其实你只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团体或者说在这个人前面觉得自己拥有价值的这种感觉而去做。但是指导灵要我跟二号手牌的朋友讲，他说这就是你的天性，你也不要试图去改变或是调整，你只能说你要每一次的为你的守护或是为你的那个付出做一个界限。怎么样做一个界限呢？例如我跟我们家人永远都会有付出不完的爱，我总说原谅母亲，总是原谅姐姐，然后原谅妈妈，原谅妹妹，这一些互动的过程都是因为你愿意为了家守护这个家庭，所以你去做情感的交流，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会觉得家人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一样。然而因为家人，你知道我们有身份所以我守护，我们是家人所以我守候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人生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哦。他说如果你现在在工作上面你觉得自己的付出受伤，那你就要知道自己到底我在什么身份，我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是公司老板吗？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应该付出这份守候或守护是正常的？那如果我只是员工之一，那我真的我在我的身份里面我到底应该要做到哪边呢？我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你会蛮多的迷失，到底是自己想做，还是因为别人要求你，你就觉得自己不得不办到？因为第二组牌的朋友太多这样子的纠结，所以指导灵也提醒第二组牌的朋友，他说其实你这个天性是没办法改的，喜欢帮助别人啊，喜欢守护别人啊，别人有需要就帮忙啊，很容易同情别人，过度的情感泛滥，这都没关系，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特质，你也不要去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要这样的过多感情丰富，或者是过多的去同理别人。那但是呢，指导灵要我跟你说，你要有一个架构，我付出这些是为了什么？例如我跟同事之间的爱跟关系是为了要一起守护这个事业，我跟家人的友爱跟家人的一个愿意原谅他们，是因为我们愿意守护这个家。所以你很需要一个界限，跟到底这份付出与守护要为你建构什么样的成就、哦、可能工作成就啊，家庭成就啊、哦，或者是说在朋友之间觉得就是自己在朋友间可能也是像一个家一样，我守护的朋友们就是大家熟得很像一家人，然后我的付出是为了让大家继续成为家人。你只要接受自己的身份没关系，你就这个性的人。但是你要学会的是什么？你在每一次付出一定要懂得做一个界限啊！我是朋友，那我能做到什么？我是家人，我可以做到什么？我是合伙人，我可以做到什么？那我是员工，我又该做到什么？可以理解，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那你就可以有机会不要过多的付出，然后反而都没有注重到自己的感受，然后而且这也会让你的每一个敏感跟贴心用在真正对的地方。因为在每一次你敏感或贴心的时候，其实这边都讲哦，就是你可以只要为了这个家然后不停的前进，你只要目的有目标了，或是为了建构这个家的时候，你就很愿意的去付出你所有的情感，跟愿意付出你所有的守护的心和帮助。可是啊，
赵玲也说，如果你没有找到付出的理由、付出的身份、付出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为什么而做，你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会迷失自己，或者是让自己深陷在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啊，或者是说就陷入这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模棱两可感情，或者是工作关系，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前任或者是以前喜欢你的人跟你说我们还能当朋友，所以你就用朋友了，然后或者是说有人跟你说我们是兄弟，你就把他真的当家里面的兄弟或姐妹了，可是你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毕竟你们可能已经分手了，或者说你们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了，那你是不是就应该稍微的放一放，收一收这个情感回来哦，就不应该再放这么的多了，会不会？所以赵玲也说，你需要界限哦，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你没有设好界限，你就很容易哦，什么都觉得你都要啊，你都要，你都要感受，你都要守护，什么你都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子很累啊？就是一方面没有搞懂自己要什么，一方面又觉得什么事我都得做一点点。所以最近二号主牌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理清你的方向跟你的目标，以及要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的话，那我恭喜你们，我知道你的讯息就是在跟你们讲这件事情。那第三个讯息哦，这边也说，就最近他说你最近应该有在学习或者在翻阅一些书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觉得里面有很多部分它可能跟你的内心和直觉是相当的呼应？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他第三个讯息他说啊，最近你会看的一些书籍啊，跟一些资料啊，跟一些影片的讯息里面啊，他说你要去了解你为什么对于他这个做法，或是对于他这个说辞，这个言论，你会是不是有一种深有同感，就会觉得说这个我喜欢哦。这个其实选择上二号主牌的朋友哦，他在说，只要你在说啊，你的内心对于这些讯息有回应之时，为什么你会有直觉觉得这好像是我需要去研究一下，或者是说这句话我好像可以认同。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他说这是你认识自己内心真正模样的一个机会跟契机。为什么？他说最近知道你们都会用很多的书籍讯息，你可能只是去 7 去成品翻一本书，哎，可是现在可能不能外出，你可能有在线上翻阅线上书籍，或是因为别人买了什么书你也寄一本回来家中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些跟你直觉有感受的书，比如说你也会觉得就是哎，为什么我看到这一句话时特别想流泪，为什么我觉得看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我特别的感伤，或者说为什么这段时候我觉得我很能认同，我也很想找到一点跟这句话或这篇文章有连结的感觉。其实哦，知道你在借由这一些书籍跟文章以及资料，在试着让你理解内心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第三个讯息哦，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知道你现在正用着很多方的讯息哦，像文章、网络资料、书籍、文字、别人的文字，或者别人传给你的话，或者是你听到别人的聊天，都会收到一些讯息，这些讯息都为了让你了解你有更多的内心，其实你想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感受是什么，还有就是到底就是说我的个性是如何，他正在教你认识你自己哦。所以呢，我觉得最近如果二号主牌的朋友，你有看到一些讯息跟内心很有呼应的话，其实你思考一下，是不是你可以认同这句话？那你又为什么可以认同？那认同过后，你如果你自己之后也要过生活，遇到跟他一样的题时，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你会不会用这句话的领悟和感受去面对他这一题呢？就是你会不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会不会跟他做一样的回答？会不会你也会把这一段讯息再拿出来，来当做这一次回应的方式跟方法呢？好，那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这边就是说你与知道你连结之间的一个课题跟关系哦，我觉得就跟你的那个情感的付出有关啦。然后这边也说啊，因为这边讲的是你是否需要连结知道你呢？那你就知道你到底可以帮助你什么？这边讲的是说，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哦，他说你无法连结，是因为你蛮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认为自己应该要照别人上面说的去做。例如别人写书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有人写出书，这就是
这就是这才是指导灵的状态。那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你可以相信自己内在的声音之时，你就觉得内在声音是无法被相信的。我情愿相信写成书的人，他所谓的指导灵会是什么？哦，所以选择二号组牌朋友，你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在纠结，觉得好像要眼见为凭，好像你至少要有个创作，好像是说你需要有人证明说，哎，我怎么证明了我的生活跟人生，你才愿意去相信这个内在的直觉声音或者指导灵的声音哦。所以他说哦，很多讯息要给你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很小，因为他说因为你内在的指导灵给你的声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这我想太多，好像这是我自己乱想的，这会不会是我自己的自我意识的小我在控制，这不是一个讯息。然后他说因为你们连接比较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多的觉得要眼见为凭了，要他展示给你看了，要他跟你讲说你给我一个讯号，给我一本书，或者说要他给我一些指令，让我看到同样一篇文章，或者是让我看到同样的天使数字，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让你们连接算比较缓慢了。如果还没有完全连接到指导灵的同学，我觉得这是你们阻碍的原因。好，那来看一下，如果你们想做一个要做连接跟沟通的话，比较怎么做比较好哦。他说哦，其实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他说你只要一直问内心的感受，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他说比如说人类图有见骨型的人的二号组牌朋友，他说你就是问自己啊，我今天要出门吗？要不要？他说要。那但我今天怕不怕危险呢？怕。那是怕又想出门时，是不是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就知道说我今天想出门，但是因为我怕，我要做更多的防护。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跟我讲这个哦，他在讲的是说你的内心指导灵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其实他一直都跟你连着的，他都用一些感受跟情感，比如说你会觉得沮丧啊，觉得忧愁啊，觉得生气，或者觉得恐惧愤怒的时候，都是他尝试给你讯息的机会，或是都是他尝试要你去接收的机会哦。而且更多的事情其实是说指导灵哦，这边一直建议你的就会是说，你是时候去认识你的心，只要你认识你的心，你就可以连接到我，你只要够去认识你的想法跟思考，认识你的感受，你就可以知道我到底都想跟你说一些什么，或者是知道你到底都想传些什么讯息给你，其实你就可以因此从这边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有没有天命？你的灵魂有没有天命？有没有使命呢？那又要你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雷诺曼又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哦。第二组牌的朋友前面真的啊，他说你的是个情绪很饱满的人，其实感受力很强。如果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会尝试想压抑自己的情绪啊，或者觉得自己先忍耐再说啊，或者觉得自己就是说可以强迫自己配合啊，没有关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的招领这样讲，就是说你在压抑自己的时候，你就在试着蒙蔽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你试着蒙蔽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内心这个神性啊，或者内心这个神讯，就也没办法真正的传达到给你。好，来看一下选择二号组牌朋友，你有没有那个使命啊，或者天命啊？那你该怎么去了解啊？或者是你该做点什么？这边其实在讲的是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哦，他说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他说灵魂的天命的灵魂天命的本源，他讲的是他比较多的是说你的灵魂他从以前就一直在经历旅行，然后呢他说他们有一部分的族人哦，这个像灵讯一样，我分享给第二组牌的朋友。他说，你们有一部分的族人哦，好像搭着船啊，或是舰艇啊，然后有到一个地方去做那个定锚。这个定锚就像是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地方了，然后并且占领这个地方，也觉得我们可以进入这一块，当做我们自己的领地。然后这个地方我看到的其实是说，
会不会是地球我不太确定，可是他说你们的确经历了很长时段的旅行，然后呢好不容易才找到驻足之处的一个地方，在灵魂的深处跟感受里面，而且他说你们啊其实是有一种，你们其实有一种好不容易漂泊而定下来的一个能量在里面，所以哦所以对于二号组牌的朋友，你会对于就是说好不容易那个转世成人啊，好不容易或者是今生当人啊，有一些人哦就会很容易在自己直觉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今生当人，我真的是觉得人好难当哦什么的，或是觉得说哎，我今生来做这个在体验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讲好像没意义耶，痛苦到不行，当人好无聊之类的。可是选择第二组牌朋友不会耶，其实你对于当人是有一个感恩的感觉的耶，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哦，我们好像有一种灵魂深处总算找到栖息之地，总算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或者是一种你其实会不会有一种漂泊感，或者觉得自己曾经有流浪过的那种记忆，就是如果说第二组牌朋友你有做梦梦到以前的前世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不停的旅行啊，然后战争啊，然后再逃跑的这种感觉，还有其实跟你前世你们的灵魂的深处是有在别的星球然后持续流浪啊，然后要找新的地方生存的那个记忆是很深刻的，后来总算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安身立命哦。所以呢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的基因或者是说你原本的这个灵魂的深处，可能是那种意识里面的深处有一魂，或者是说有一个那个记忆，都是跟你讲说好不容易定下来了，你应该珍惜这一次的体验，或者是好好的去感受这一切的这种感觉哦。这个在你的基因或者是你的那个血脉里面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跟很深的一个感受哦，这样子。那今生有没有使命跟天命呢？这边其实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肯定是带天命的啦，好，有天命跟使命。那至于带什么样的天命跟使命呢？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真的跟神啊，就是也许第二，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跟神，我想要是天使，我想要我的可能是宇宙，我相信的是宇宙，哦，我相信的是高等文明，我相信的是我内在智慧，我相信的是高灵。然后我不相信什么古文明啊、宗教啊、道教啊、佛教，我不信。可是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哦，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得不信的感觉比较多一点。那我不得不信，不是说啊你不信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天命跟那个使命的体质哦，全部都跟天有关系，而且中间是一个送子鸟，就是怎么说呢，第二组牌的朋友他说你的天命跟使命呢，原本应该有的啦，就是说带在灵魂深处的，真的就有传达神讯哦，传达上天的讯息，传达大战的讯息，传达宇宙的讯息，或者是说将那个文明里面要带给我们的神讯是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而这样的使命呢，为什么会这样，他其实说的是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可能，我们可能跟灵魂有很多事哦，就是可能有些人是来自高灵转世，有些人是可能跟星际的那个造世主，他们可能有一些连结。那有一些人可能只是他灵魂的深处跟灵魂本源的粒子有一些纠缠，所以会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会觉得跟那个有一些有缘的神明很有缘分跟联系的感觉。可是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哦，你比较属于那一种，你的带天命就属于就是跟神的讯息传达非常有关系，而且哦，这边可能是大自然神，自然神，比如说自然神崇拜，比如说太阳神啊、天空之神啊、闪电之神啊、雷主啊这一类的，就是很有联系。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哦，我觉得带你的天命的话，其实他都讲的是天灵讯，然后也有讲的就是说，可能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我们简单来讲，例如天道转世而来的，或者是说神道转世而来的，或者是说可能你的灵魂的
深处哦，我们只能说占比，你的百分比跟占比跟这些高龄啊、神奇啊，或者是说可能以曾经有来过地球的古文明，可是以前人可能供奉为神或是造物主，而我们现在就把它当作神明般的祭供养或祭拜的状态啊，你就跟那个维度的那个能量很有呼应或很有连结。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朋友，不管你是不是信不信道教或是信不信佛教，就是你对于佛像，就是有形象的信仰啊，各种宗教有形象，只要有形象的信仰哦，有雕像的信仰，或者是说有那个描述的信仰之时，你都会很有呼应，因为你跟曾经来过地球的古老信仰的神奇，或者是说跟现在还有在崇拜的文明神奇是相当有共鸣的。原因是你的灵魂有在这样的地方待过，而转世来体验或是来当人体验讯息。而且这边也有就是协助扬升，或是协助人们去了解这一些古老的智慧，了解古老的领悟，了解这一些先人们啊、智人啊，或者是智人之前啊，啊，可能以前的神族到底都怎么生存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一些要协助现在的人，要回到那个时候荣耀的感觉，回到荣耀的国度，回到神明赐福的国度，或者说回到当初你们崇拜自然神时，可以得到哪一些祝福，或得到哪一些信仰的力量，就是你的天命有了这样的感觉。所以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要不就是可能宣导，可能会有宣导部分宗教啊，当上某种代言人啊，或者是说宣导教义，或者是传神讯给人啊，这是你的天命蛮重的一个地方哦，都跟讯息传达以及跟那个与神明连结这一类，就是这也不限定是道教或佛教，不是我不讲这个，就是各种的，只要有形象跟有过信仰崇拜的神明，似乎都是你可以传讯的对象，因为他们可能很古老之前也来自同样一群种族或同样的一群物种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执行天命的程度跟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哦，选二号组牌的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天命跟使命啊，虽然你一直蛮想理解的，可是你还蛮常给自己借口跟理由，就觉得说哎呦，我现在要先把我的生活顾好啦，我现在要先把我家庭顾好，我现在要先把钱赚好，我要把家养好，你就会觉得说哦，可是就是我觉得这种天命啊，二号组牌的朋友，你还蛮多给自己的理由或借口的，其实就蛮早往外找借口的啦，就说哈，我去做天命哦，那我们家怎么办？我爸妈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过？哎呦，我去做天命的话，那我工作是不是不要管了？我努力这么久，读这么多书，后来我居然去当一个通灵人，我去当一个鸡头，或者是他里面也会觉得说，哦哟，我觉得我努力到现在啊，我觉得我当然不错啊，我很喜欢享受这些物质享受啊，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花钱，我喜欢名牌，我喜欢买东西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些不同的事情呢？不能等我享受完了再做吗？不能等我体验完了再做吗？哦，我好怕我做了，我开始走天命，我会不会失去什么？就还蛮多理由跟借口的啦，就是二号组牌的朋友。但是他说啊，因为这样你就会一直把那个，你就一直把那个内心那种一定要去找到某一个方向，或是一定要找到自己成就自己的方法，或者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道路的路途上面哦，你就会一直把这个能量给越压越小，越压越小，你就觉得就是说，哦，我先把人生都顾好了，我再来探索使命跟灵魂的这一块，你会一直把它变得很小，然后变得也没那么愿意去栽培或是耕种它，这是目前那个二号组牌的人现在会有一点这样的状况哦。但是呢，这边因为这边是观察牌哦，是说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他就要我问你说，这个天命跟使命的朋友要问你说，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你真的觉得
这些物质，你真的花钱真的开心吗？我告诉牌朋友，你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就是每天看电影啊、吃饭啊，然后吃想吃东西，然后花钱啊，你真的能找到快乐吗？因为这张牌要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每一次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喜悦？你觉得比这些物质的喜悦更加开心？因为选择二号组牌朋友，他说你与人交流之后产生别人交流的回馈，或者是得到相对应的呼应，或者是得到你讯息后的感谢跟一些回馈，都是你觉得这个比平常人拥有的快乐还要高出很多倍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所以他说啊，选择二号组牌朋友，你天平跟十面现在执行程度就是还稍微的想逃，然后也稍微觉得说，哎呦，我先把它放小一点，放小一点。但是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啊，这边卡牌也直接叫就跟你讲了，就是说你势必会走到一个觉得真的没办法不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感觉了，因为接下来的玛雅年又是黄人，叫展现自我的意志。接下来的一年里面，你要展现自己的自我意志啊，展现我的个人特质啊，问我这个人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该做点什么，我是谁，我想干嘛，我要怎么成就我的人生的问题，都会一直提问着二号组牌的朋友。你想干嘛？你想做什么？你喜欢做什么？那你能在这边做什么？然后你做这个可以成为什么人？二号组牌的朋友，接下来的一年你会被不断的提问，不断的询问你。所以他说你现在执行就还有点想逃也没有关系，反正之后他们也会一步一步推你到，就是如果你已经到了的话最好了，不然他们也会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向更好的地方，就会让你去理解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想成为谁，你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你的天命跟使命是灵魂蛮强大的，我会绝对会推你到你一定要成为的道路上面。所以哦，虽然这个逃到后面的话，他说你这个不想看啊，不想理啊，不想听啊，不想做啊，应该是只能逃得了一时啊。选择二号组牌的朋友，应该是你身边还是讯息会太多，你实在是会觉得太多巧合，太多事情了，那你觉得好像就是我好像真的是无路可逃。有一天你就会开始来想了解更多的，就是说那我要传达讯息要怎么传达，那我要怎么样领到我知道灵，我怎么样传达神讯，你可能就会开始了解这一块，或者是我到底是内心为什么会对于传达讯息的传讯者，或者是对于就是给别人方向或方法为什么会这么的愉快，你会想开始去了解。那我们来看哦，宇宙最后送给二号组牌的朋友来一张祝福，来宇宙请宇宙给二号组牌的朋友一张卡牌的祝福哦。哦，太棒了耶，我觉得这张牌哦，居然是命运之轮的逆位耶。宇宙这边给那二号组牌的朋友的祝福哦，居然是说你的命运现在正走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哦。他说这跟二号组牌的朋友，你的可能今生在理解的人生经验，当人的经验或者是智慧的经验不够。但是他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祝福你说你不要急哦，就像我刚刚不是讲了，你只要一直感受内心感受，命运自然会推着你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不要急，宇宙说它会转起来的时候会自然的推着你转起来，那还没转起来表示还不是时候，或者是你也还没有这股热情要去理解属于自己的这一块内在智慧跟属于自己这一块的天命或使命，就还不是时候。但是命运之轮呢，祝福也跟那个二号组牌的朋友讲一件事情哦，命运之轮，当然我们看宇宙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用其他物质或其他的资讯去推动你，对不对？那可是基本上掌握生命或掌握所有的执行方法，掌握思想啊，掌握能做什么，能学能碰什么，能问什么讯息的人是你。所以命运掌握在二号牌这组人你们自己的手上。
宇宙只说现在如果还不能走就还不是时候，但是命运之轮也讲的，只要你想走都是对的时候。所以命运之轮逆位其实刚刚主还没有讲，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使命非常的伟大，不做好像会怎么样，会天谴或者来世不会转生，不会，其实不会的。二号主牌朋友你可以放心，就不会，就是这个是你灵魂有机会加分或得到更多体验的机会，或是因为你走上天命或使命会有得到更多的感受，或者是你在祝福你在转世或是成就人生的祝福上面会更多，会有更好的方式更快的方式，但不是那种你不做好像人类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会失去什么，不会，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他说既然有使命在身上，代表的是你想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的，所以宇宙也要我祝福你哦，允许自己的停滞，也允许自己的思考，接着你想做之时，宇宙都会倾尽全力推动你的命运之轮。只要你决定好并且找到我要做什么，我想成为什么人，宇宙都一定会支持你。请你相信你受到了满满的祝福，以及受到了满满的安排以及契机，能量都是够的，绝对不会只给部分人幸运，你也是幸运的一份子，只是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得到这一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得不选啊，有些人可能因为发过大事发过大愿发过大事需要选啊，那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你没有这么多的捆绑给你，但如果你想做，灵魂会说你想做，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能量都会陪你走下去，好吗？好，这是来自宇宙的祝福啊。好，那谢谢二号主牌朋友，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二号主牌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占卜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跟订阅我们频道。想了解更多，也欢迎跟我们最近就说了解更多关于觉醒、关于灵觉之道灵、关于如何回归自己的天命、关于如何接天命，或如何就是从生活我原本能做的事情接上天命。想了解更多，都欢迎跟我们觉醒就说联系来做一个咨商，或是做一个询问，或者是来学习哦。好吗？那谢谢二号主牌朋友的观看，希望在这天命跟那个指导灵的解析上面可以帮助到你最近的生活的想法。那我们这支影片到这边，我们谢谢第二组牌朋友收看，下次影片见咯，拜拜。你好，那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选到的是我的笔架，是一个貔貅，古代的貔貅的形态哦。好，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指导灵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呢？那你是不是该时候连接指导灵了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待会也会做一下你天命跟使命，灵魂有没有很深处的天命跟使命要你去完成啊？那怎么去理解呢？以及就是说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做到哪了呢？好，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的事情是，哦，选第三组牌的朋友，知道你的第一个讯息要我跟你们说的会是说，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他说第一个讯息会是你是不是有加入某一些，可能是信仰中心或宗教团体啊？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个信仰中心跟宗教团体啊？因为啊，这个第一个哦，其实是一个镰刀哦，就是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啊，他说，然后我觉得像主牌的朋友，他说你如果有在接触，就也许你可能在原本的团队 OK， 可是你就是有在额外接触其他的团体，或是额外接触一些宗教，或是额外接触其他信仰的话，这边呢，我会希望。这边我看到知道您说的啊，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知道您说这好像不是你应该要去的方向，因为知道您这边讲的是说，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这个讯息去切割掉有一些不太好的团体啊，这个团体他有一些人可能是宗教团体、信仰团体，或者是说或者是说团队。我觉得这个应该他讲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不好哦，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选战组牌的朋友是知道你要跟你说在能量上面的交流哦，可能现在
还不适合，或者是现在你需要先稍微的拉远一点点。因为啊，这边也讲的是说，选三号组牌的朋友，知道你第一个讯息说，你在接触到那些信仰团体啊，或者信仰机构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他们，简单讲，我来跟三号组牌的朋友说，知道你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新的团队，然后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多出了仇恨啊？比如说会讨厌什么对与错啊，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那个他会限制你啊，你可以只能怎么想，你不能怎么想啊，或者是说会不会跟你建构一些理念啊，就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不轻相信我们的话，你不做什么的话就会怎么样啊，然后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有信念的一群团体，他们信念的方式，如果啦，齁，知道你说，如果你觉得感觉我的情感上面有被这一群团体给掌控，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一个情感哦，会让我觉得我起伏很大，会有一些恐惧，或者会觉得有被威胁的感觉之时，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指导灵要我先提醒你哦，他说是时候把这一些，你可能因为我这边讲的是选择三号组牌，你好像在很多团体都有交流，比如说哎，这个团体有上个课，这个团体有去拜拜啊，这个团体有去参加成年会念经，就这样。可是他说里面有一个、哦、你的学习的里面有一个团队哦，他不是这么的适合你哦。哦，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他说你可能要适时的去跟那个不舒服的那一群画一点距离哦，是不是那群画一点界限哦。当然我觉得这边不完全指的是信仰或宗教团体，因为刚好有个讯息啊，知道你说他也很有可能是你一群很有独自见解或理念的朋友。怎么讲哦，例如他们可能是一群你以前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时常会跟你说我觉得你怪怪的哦，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一样每天想着赚钱，你应该跟我们一样整天就是要可能就是要成家，或者是就是要做哪一些事情，就是简单讲，因为我这样讲会有点偏颇，他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价值观跟你不合的团体或团队，这有可能是这一群人跟你价值观不太合，可能是一群朋友，比如说可能一起做销售产品的朋友，一起做买卖的朋友，一起做投资的朋友，或者是说以前读书的朋友，或者是直接销售的一些朋友，就是做一些网络销售的行销的销售的朋友，他说你最近可能需要保持一点距离哦，这是重点好不好。第二个讯息哦，这边知道你要我跟三号组牌的朋友讲的是说你最近要特别小心欸，他说三号组牌的朋友，知道你要跟你讲的话是说最近你很容易有会被欺骗的可能性，这种欺骗的可能性，他可能选择三号组牌的最近很容易被诈欺骗财，或者是容易会做奇怪的投资，因为这边说哦，最近你会出现一个很有诱惑的，可能跟你讲说，你只要投入少少的钱，然后可以赚有高报酬率，或者是会跟你讲说，就是你会觉得有什么方向好像是我可以去投资的，这好像会赚钱，然后或者会，而且这边也讲了说，你下一件事哦，他说你是很明显的知道对方的意图，可是你，然后你也怀疑这个到底有没有你想的这么的赚，或者是你也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是骗人的？可是选择第二三组牌的朋友，他说你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你可能，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恐慌太久，觉得就是说哎呦，就是对于生活实在太没重心了，就觉得就是说我好想要快速致富，或者是觉得好像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不如你如意，就觉得说可不可以投资一笔观众看看。选择三号组牌朋友，他说你最近很容易有投资被诈骗，被骗钱，被诈欺，或者是说太容易相信杠杆啊，或者是说高风险的投资的感觉，你要稍微的注意哦。他说啊，他是说你会觉得就是说反正看得到一点甜头你就试试看，
然后最后他最后这边其实是讲的是说，对于三号组牌的朋友，只要你告诉自己说，这个如果是有风险的机会的，你不要全部投进去。他说，你只要知道，就是说，我大概有多少比例，然后这个比例是我可以投资里面的比例，可能占我的三分之一。就是说我投资这笔钱出去，或是我投资这笔钱去学习，或是我投资这笔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团队，或是我投资这笔钱去钱滚钱，如果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生活，或是不会影响到我的生计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但是他是讲，特别跟三号组牌的朋友讲说，你不容易被骗，就是你可能，这可能是那种，比如说你有一次有五个投资案来，然后五个要你选一个，好，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他就说你最近的投资就稍微要注意一下啦，就是有可能就一次会跑到四五个同时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那你就觉得全部都想试试看，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所以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最近不要有过多的投资或风险投资，或者是也不要太多的相信那个高杠杆，或者太多相信就是那种别人跟你讲说那个风险很低啊，然后回馈率很高啊的一个机会，就是这种划算的事情，最近三号组牌没有，你要多注意。只要你要我跟你讲，他说明哲保身了，而且一定要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抓得出，就是这个金额是我真的要投资，也不能，你不能是全盘丢进去的状态，你这样很危险，你不能全盘丢进去，所以你只能就是比如说我只能设定说我个界限，比如说我大概有多几分自己的钱，我觉得投资这个是 OK 的，投资这个是状态是可以的，你再去做这个投资的话，就你想尝试可以尝试，但是选择三号组牌朋友最近就比较容易被骗钱，或者是容易有这种破财的状况，你要稍微的小心。当然啦，他说不影响你整个生活的大局或重心，也不影响，就是说不会到你整个倾家荡产，但是就是反正破财嘛，就是给料我们就可以避就避，好不好？或者是可能会因为觉得自己心里面不高兴，就觉得说我要赌一口气啊，我就去投资什么东西，然后就我就要跟他赌说我一定可以赚钱的，我就不信我不能赚，我要试试看。第二组牌的朋友，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要注意了哈。男生组牌的朋友，我看第三个照你的讯息在讲的是说，他说你有一个七生组牌的朋友，你有一个就是在发展中的一个想法或是 idea， 然后他还是一个初步的状态跟构想哦。他说你最近是时候去把你原本计划啊，或是会不会你计划就是这个投资，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计划归计划，投资归投资哦，分开的。他说你有一些发想啊构想啊，或是觉得就是说自己好像还有一个正在雏形规划中的学习中的安排中的一个，因为这边小孩讲的是说你要有一个念想，或者说有一个小的创业 idea， 你最近很适合去执行它。这个执行是不是例如啊，有些人是不是觉得就是我正职以外，我本来想说我网络上可以卖一些我的手工艺品，或是卖一些我手工衣服，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哎呦，我觉得就是工作还是重要，这个以后再说，这个之后再讲，这个有空再说。可是选了三号组牌的朋友这边也讲的是说，现在是就接下来是你很适合发挥 idea 的机会，很适合去执行的一个机会。而且最近呢，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你是社交运啊，社群运啊，大家看到你的机会啊，而且就是机会比较大，而且就是选择三号组牌的朋友，你对于就是叫别人买东西啊，叫别人消费，或者是说那个推荐自己用过的东西，好像三号组牌的朋友，你的推荐好像别人都是会听的，而且推荐比较有效果，或者是说你的推荐好像大家都是蛮会买单的，或者是你的朋友们都会一听你就是问你意见跟想法。所以三号组牌的朋友，他知道你也说啊，你最近很适合去做你原本就想做的一个小计划，去把它开启，把它壮大，或者是把它进入执行层面，不要只是想。而且他说这个执行起来是很适合推广到你的社群的，你的生活啊，你的团体啊，朋友啊，脸书啊，或是你的那个经营的一个社群软体，都很适合去做这样的推广哦。最近就是三号组牌的朋友很适合。
那再来哦，指导灵，你是不是有需要连接它？该怎么连接哦？这边指导灵其实讲的讯息是说，其实信仰这一题哦，对于那个三号主牌的朋友来讲，你对于灵性哦，你对于灵性啊，对于那个对于意识啊，对于内在啊，宗教啊，想法啊，这些，你好像还是出生之犊哎，就是比较新生儿，比较新手，比较刚靠近，比较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什么。你现在是还离不清，懂吗？就是选择三号主牌朋友，你现在还离不清到底什么叫做指导灵啊？到底什么是灵性啊？什么是高我？什么是内在？什么是灵魂？就是选择三号主牌朋友，你是不是还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呢，现在就是选择三号主牌朋友，你就很容易会觉得，灵性是不是以前的印象是跟可能会跟诈骗有点关系，可能跟诈欺有点关系，或者是跟骗人的有点关系，或者是说他们可能都假装自己懂了这种感觉有点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连接指导灵这件事情，或是了解自己指导灵，或是询问自己指导灵讯息这件事情，你觉得就是可有可无，或者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真实，因为不是你直接可以感受得到的哦。那要连接的话，其实解决方法哦，这边连接的话，它是说，如果三号主牌的朋友，你有想了解指导灵讯息，想了解内在指导灵讯息，或者想了解高我或是内在灵魂的一个讯息，他建议选了三号主牌的朋友哦，你要先把不信任给拿掉。如果你没办法信任你没办法信任眼见为凭啊，那个什么摸到为主，就是你没办法把就是身历其境的那个的要求先拿掉的话，你就没办法信任。也就是说，三号主牌朋友，你比较实事求是啦，你也比较相信，就是说眼见为凭啦。那如果说你对于指导灵啊、高我或是灵性这个事情，你还没办法把信任这件事情给建立好的话，那建议你就先不要去探索它，因为他说你现在并没有办法对这些你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事情，你还没办法真正的去信任。然后，如果选了三号主牌的朋友，你觉得信任这一题你已经走完了，他就说，如果你已经走完的话了，他就说他建议你可以开始在看那个书籍啊，或是在其他的人讲座啊，可能在课程啊里面开始去探索，你是不是有灵性啊，是不是有高灵啊，是不是有指导灵的这个讯息在里面？建议你先把信任这一题走完，你再开始探索。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信任这一题现在还没走的话，你可能不是连接指导灵或是跟指导灵沟通的契机，你需要先把信任这一题给学会或放下。哇，那我来看一下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有没有就是天命啊、灵魂使命啊？那灵魂在造就的状况是如何？哪一些使命跟你现在做到哪边，你可以做点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来看一下，第一个会讲你们灵魂的状态啦。灵魂的状态这边其实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应该很明显就是星际种子或是星际小孩的状态了。然后第三组牌的朋友，他这边讲的是说你的灵魂哦，在更深处，你们的那个灵魂的本源啊，他说你们有一个家，在一个很遥远的星际跟星球。然后他说，他就跟我看你们画面，就说你们的那个星球是整个蓝色的，那白天也会有星空，然后天空中会有那种像亮亮的银河这样飘过去的一个地方哦。然后他说，你们在那个国，你们的那个灵魂的维度应该是维度啦，维度比较不一样，所以他说你们的那个灵魂都只有充满爱啊，和平啊，互相啊，而且可以理解那种彼此对于彼此的感受也都是非常可以理解，比较像是心灵感应型的种族。然后他说而且哦，就是你们这个灵魂的本源蛮常出现其他领导者的。什么叫其他领导者哦？他就说例如你们的那个灵魂的本源的那个星球或是那个星系会专门训练 leader， 就是专门训练就是
那个首领啊、国王啊，或是专门就是训练学习，就是如何学习那个领导人群的智慧的这种感觉，好像就是说那个种族就是他会接纳其他星球或其他星系的种族来到我们星球进行学习，然后就教你们把这个领导一个种族啊，领导一个星系或领导一个那个能量的方式教会你们之后，再让你们回到你们的星球去进行统治，或者是去完成你们该有的领导，该有的一个使命的一个状态。你们专门训练这样的人，而且你们也有一些训练出很多的人，然后去到各个星系或星球去当上某个地方的领主、某个地方的领导，或是某个地方的一个首领，甚至是组长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灵魂本源很像是那种，因为我有做过一种回溯，我曾经有一个前世回溯里面，就是他我是一个种族，然后那个种族呢，他会藉由冥想去到很巨大的那个佛的头的上面，然后那个佛他上面呢就会有很多莲花，然后那个莲花上面会坐着很多人在那边打坐，然后我就问那个前世，我说你们为什么会靠冥想到这个佛的头里面，然后再跟莲花坐在莲花上面打坐？他说他就很像记忆体更新，或是很像去学习技能或学习智慧的这种感觉。他说就是去那边做下载的，只要下载完成之后，他们再把冥想解除，就能领悟很多做人处事的方式，或是说很多那个很多统治啊，或者是说去治理国家啊、治理星球啊，或者治理那个国度啊的那个方法，就会油然而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星球应该专门就是提供这种资源的、这种智慧的资源哦，这是来自你灵魂本源的一个深处的一个事件，还有那个星球的推演。然后这边还说的就是说，很无私啊，应该是个很无私的星球，他们不会去要求别的星球来回馈，就是我们有智慧在这边，欢迎你们大家来学哦。这种做法其实还蛮就是佛教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哦。好，那这是灵魂本源的状态，那你今生的使命哦，今生的使命的话，今生使命或天命这边看到的其实是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他这边说要打击罪恶呢，就是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会不会有一种嫉恶如仇的感觉啊？你会有一种看别人做坏事就很不爽，凭什么好人可以成功，凭什么坏人不用凭什么坏人可以成功，凭什么坏人做坏事不用受惩罚，或者凭什么我明知道他们是骗钱的，我却不能抽过他们，或者是凭什么都是那些那个高层在赚钱，或者是我为什么总是觉得有人在骗钱的时候，别人还会愿意去跟他买这些骗的东西？到底这些骗人的人良心在哪？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打击罪恶啊、铲奸除恶啊、度化世人啊，或者是说要那种揭开真面目啊、揭开真相啊，让别人看清，就是说你像眼前的这个好人啊，眼前这个事情啊，那你自己下多黑，你想揭开这一面。而且哦，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有很多的内心正义，就是你很想表达你内心的正义规则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价值观哦，好人应该这怎么样鼓励，坏人应该怎么样，就是法治，或者是说你也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法律都只保护坏人哦，我觉得你的使命跟那种揭开世界的伪装跟真相，揭开别人的伪装，然后揭开真相，或者是说对于惩奸除恶，就是如果说选择三号主牌，就很适合当警察，你知道吗？你也是当警察、纠察队啊、检察官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纠错员啊，或者是说那个惩戒官。我觉得选择三号主牌朋友的人哦，你的灵魂使命对于要去揭开真相，要去惩罚坏人，或者是说对于就是会伤害其他生物的人类，你都有一种觉得
非常的看不下去，看不顺眼，甚至是想要有那种破坏性的惩罚的这种感觉，乃至你灵魂的使命跟天命。所以这个天命看起来，我觉得那种烧牌的朋友，你的天命跟使命就很像是，人家说度化世人嘛，我觉得烧号主牌的朋友，你更像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感觉，就有替天行道感，那使命有替天行道感哦，或者是说我要替老天来惩罚这些坏人的感觉哦，代替月亮惩罚你这个感觉哦。觉得三号主牌的朋友，你有这种嫉恶如仇的一个天赋跟使命哦。那你现在做到哪边呢？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说选了三号主牌的朋友，其实你算是坐在，你算是很多事情就正在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了。但是他也说啊，哈，因为这边有一个像盖亚或大地能量的一个能量在你身上哦，所以其实，第三个讯息来到了第三组牌的朋友，他这边其实说。这个朋友，你的天命跟使命呢？怎么去执行或怎么去完整它？除了刚刚我讲的信任这一题要放过，其实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内心的直觉是非常的强烈的耶。而且他说你每一次只要选择相信一个东西，你就会无论如何相信到底。所以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真的很需要一个你信任的团队，你信任的长官，或者是你信任的制度。然后你很需要在这里面哦发光发亮，就是说三号主牌朋友，你很适合当做一个，你很适合，比如说我可能是纠察队队长好了，你很适合去当纠察队长里面的队员啊，或者是说那个审判官里面的官员这种感觉，你很适合。所以呢，其实他说你目前执行到什么程度，你目前就是还在找，而且你也还在找建构信任，即便你现在已经遇到的时候，你也还在建构这一份信任，就是现在我眼前这个人。到底能不能为我伸张正义？能不能为我就扬，就是那个什么发扬光大，或是为我把这个价值观、这个理念、这个正统的想法给坚持下去？你正在找这样的一个人或团队，或许你找到了，但正在建立。哦，那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说你天命跟使命哦，你怎么执行？你有没有在执行哦？这边比较像是说。你应该已经在这个环节里面了哦，使命的环节里面，或是生命界的环节，或是你的天命的环节里面，其实走在环节上面了哦。只是就是说，这个环节从信任扎根，以及可以一切臣服三号主牌的朋友，你还走在臣服的路上，而且你对于就是说，天命跟使命，你有没有办法让它贯彻在你的生活？就是你会觉得意识是意识。生活是生活哦，直觉是直觉，行动是行动，然后你就是还没办法把它真正的去贴合。比如说，我要怎么把灵讯跟生活做一个划分？那什么叫做直觉？什么叫做我小我？这个你也要去了解。所以呢，家族朋友，你正走在你的路上，可是你的灵魂道路其实是要走到惩奸除恶的，或替天行道的一个路上，反而觉得。如果现在三号主牌朋友还在走信任题跟走寻找题，有一点点慢了啦，哦，有一点点慢了。但是他也说没关系，因为三号主牌的朋友，你没有经历这样一个信任的淬炼，或是没有经历这样子一个自己得到的方法，或者是没有经历一个你由自身去证明、去体悟到这一切是对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相信他对的。就你没有进入警察机关，你不会觉得警察机关做事一定是好事。你没有进入司法体系，你不会觉得你有进入司法体系，你没有经过自己的改革，你就不会相信司法体系是公平的这种感觉。所以，三号主牌朋友，你现在一定在某个体系或者是某个学习中，你正在里面去做一个寻找跟评估，里面也有给你建构的一个机会。所以，三号主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目前走在你天命跟使命上哦，只是他可能不是用灵性，或者是不是用。那不一定说灵性，或是不是用你的那个，不是用你的那个内在的那种，不是用我们这样做天命的方式来执行。你可能是你物理状态在做的事情跟学习的事情，它也在推向你走上你的天命。只是这个信任题哦，学习题啊，跟以及可以相信眼前这个人可不可以相信啊，这一题你还要花一点点时间去走。所以天命跟使命哦，你是有的，只是说你还在花时间去知道、去认清这个事情，跟找到这个事情的方向。
那走，你就是讲讲，觉得二号主管可能是一定有天命的啦，有天命跟使命的，只是就是说，你不是那种一定要走到那个走到通灵，或是走到那个灵性服务。简单，灵性服务如果有的话，因为有个意识是很强，学生要怎么来培养。所以如果你有灵性服务，或是说你有意识啊，有知道灵啊，有高我啊。或是有主神啊这类的指引之识，我觉得三号主管朋友你会走得更快一点的，你应该比一般更快一点的。但是有没有说你一定要靠着走灵性才能去成为你的那个天命哦？这边我觉得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没灵性的话，你会走得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已，这样子可以了解哈、哦，三号主牌的朋友。那我们来送上一张宇宙的祝福给三号主牌的朋友哦。来，请宇宙送上一张祝福给三号主牌的朋友。哦，刚好我刚刚一直在讲的信任之题哦，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就一直卡在信任。钱币九的一个逆位哦，三号主牌朋友来自宇宙的祝福。钱币九的逆位是，他说你还没办法全然的去信任这个宇宙，信任这个空间，信任这个星球，信任人，还没办法。但是宇宙要我跟你讲的事情是说，这个不信任的想法里面哦，你一定要去深刻的理解到你的孤单。如果你的孤单没有让你觉得一定要去改变的话，这个信任就会让你觉得你不用去建立起来，因为你不觉得自己孤单吗？那有什么好建立信任的？可是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宇宙已经在那边讲，就是说你一定有孤单感的，你一定觉得自己没办法成就自己的想法，或者没办法成为自己想做的人的，所以这个信任是你需要跟其他人之间建构信任，你才有办法走回你的灵魂道路。所以宇宙祝福你的事情是，该信任的人我们都有安排到你身边，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你，让他有机会可能跟人说一句话，可能就会说我觉得你可以信任我，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不会抛弃你，或者我可能我像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你可以信任我，就是如果你想学的那一天我都会带领你继续学下去，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学了，那我也不会勉强你或不会强迫你，我只能跟你说就是好，那如果你想离开，那希望你接下来的道路要好好的，希望你接下来去的地方要过得开心，希望你去的方向一定要让你觉得快乐，就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信任我在沟通的过程中对方能不能去接受，这是不一定的。所以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宇宙要跟你讲的事情是说，你还没办法真正的信任这个世界，那你就表示你没有真的承认或意识到你的孤独，或是你的孤单。你的孤单要怎么去解决？其实你需要跟他人携手完成你今生的体验。如果你一直把人拒于千里之外，没有让其他人进入的时候，或是没有信任这些人，或者是觉得就是偶尔信偶尔不信之时，其实选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会觉得那你会持续孤单哦，就是提醒你，就是这孤单感是没办法被解决的，因为你既然没办法信任宇宙，没办法信任信仰，那你没办法信任自己被爱。他说信任这一题是三号组牌的朋友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这个信任可能是相信整个命运，相信整个宇宙跟世界。这个讲起来有点空旷了，简单来讲，我只觉得三号主牌的朋友，你至少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自己不会被抛弃。这个信任对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宇宙说要给你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给你，但是这个你要相信宇宙可以给你资源，以及相信宇宙给你资源都是最好的资源，这才是真正的臣服。如果你连宇宙给的资源到底是不是好的，你都有怀疑的话，你想要的资源真的比较难来到你身边哦，好吗？宇宙给你的祝福是这个。那以上解牌送给选择三号主牌的朋友，你们选的是铜制的貔貅。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留言让我知道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想了解更多，也欢迎跟我预约个人占卜来了解更多的讯息。那或者是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来了解更多灵性上面的大小事情。
那感谢三号组朋友的收看，希望你可以走回你灵魂的道路跟天命使命的道路，好吗？谢谢三号组牌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